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要做决定的时候，感觉内在跑出许多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声音，干扰我们没法安心地好好选择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不只有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，事实上，每天在我们的内心也上演着另一种战争，恶神与善神之间的战争。面对心灵的征战，需要好的作战方针。伊娜爵士分辨之道就是一本好的作战指南。恶神，也就是魔鬼，会利用谎言与各种杂音，阻碍我们聆听善神的声音，也就是天主的声音。作者丹伯克体会伊娜爵神操辨别神类第一组的四条规则，真实的帮助他识破恶神的谎言。当我们认清恶神所用的手段，我们就能认识更真实的自我，认识我们在天主心目中美好的身份，帮助我们拒绝恶神的诱惑与影响，而更明了真理，做好的分辨与决定，平安地走上跟随天主旨意的道路。